谈判首先需要用笑容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摆正面部，目光温和有神地注视着对方。接着，我们嘴角向上，轻闭牙关，尽力把嘴型分别向左上方提拉。好，再向右上方提拉。最后，我们露出八颗牙齿，一个完美的微笑就完成了。我也知道笑容最重要，可我真的尽力了，为什么派我去谈判？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工作内容？准备一下，后天代表集团去和暴力河马谈联名合作的合同。我一个财务去谈判？我什么鬼谈判？能不能让别人去啊？你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后天的谈判必成。成了，成了。疯了吧，我是管财务的，我不会谈判啊。我试试吧，看一看，这就是优秀的职场女性。这可是你们逼我去的，弄砸了别怪我。谈判专业术语，一招制敌打拳。我是真的不会谈判，为什么没人信我？好烦呐！